接发球，现在接发你发球就得不行，给领子长一点都可以，你发球他不愿意接。
军你打这个叫什么食人美，不打太复杂了，你现在打太复杂了，一看到该轮到你先打食人美，轮到你一个打简单，凑个长就完了，能挑就挑一个，不要又晃又弄，就直接给他也打不着，而且他不管。
定要站定，站定。对，专业摄像机一定要站定，就站在那儿啊，就站在那儿，不要就站定。这样你搂他一下就行啊，搂完你搂完了以后，那个只要是咱们过去的第二个人一定不能退，就是被动的时候也别退，你就站在这儿，他觉得很轻啊，啊，千万别退啊，站定啊。
可以逮着胆子，我也可以做猪面，就这种明白吗？我用这个猪面，他拉不开，老张一吐，一吐他摆了，他一吐摆了，他可不那么家里的。Thank you.
接球的一下快就行了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要俩都快就容易对抗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就加上点好的动作，加上点好的接球快就行了，明白这意思吗？